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一定要逼着我去相亲。结婚，结婚到底有什么好？我说，结婚，我一开始觉得挺好的，那我现在啊，我也说不上来。我觉得呢，好像比我的数学公式，比我的物理实验都难。 我听不懂那些，我就是知道啊，我爸我妈已经凑合过了一辈子了，他为什么还要让他的女儿去凑合呢？啊？那你会凑合吗？我吗？嗯。 我陶淑娜啊，绝对不凑合，我要跟我最喜欢的人在一起才行。你呢？